你弟，你为什么想要去跳舞嘞？我觉得很酷。不是你跳特别棒，你可以歇一会儿，然后回去找妈妈。我叫余文乐，今年11岁。余文乐，给舅舅们跳一个。<笑>安全措施要做好啊。如果你记得的话，我们是2016年猴年春晚的，他们是那些猴子，我是那个黑猫警长。黑猫警长啊。下一位。小蘑菇你好，你可以来一下吗？小蘑菇上过美国的电视专访吗？你没想到他居然也来参加了。他是你的老师啊？对。那我先看你的表演好不好？ 哇哦，他居然对到拍，知道哪边要卡点，哪边要顿，哪边要 pop， 真的让我惊艳到。你要不要喝水？啊，好可爱！老师，你教他教几年了？1年吧。他跳1年半而已。他刚跳一年多。快2年。刚跳1年多跳这样？对，他 freestyle 冠军，少儿的。freestyle 冠军啊！跳舞是为了玩。对，你的心态很好。 你对大家说跳舞就是什么？跳舞就是为了玩。哦，很好。我看到这么多小朋友，就是我让我觉得有点太不可思议。他们都很强大，我觉得未来都是他们的世界。把那表给我看一眉。B boy 之组，没有一个B boy没进过快歌。不会到我没毛巾。不是，还剩几条？15条。15条。15条。他的毛巾数量有限。您可以先带领，您先带领，您可以先带领，您可以先带领，您可以先带领。我现在待定的人太多了。是。他总觉得这个跳得好，那个跳得也好，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清楚他自己真正想要的。你帮我看一眼待定的人几个，素质过了的。然后这个还要换。 我是觉得今天千玺整体的状态被 dancer 们带着走了。他因为他很照顾别人，其实他不希望自己去让别人难过，所以尽可能都给带定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所有的弄好，剩下的这些人你要 配对 battle， 但是他们 battle 的话，我没有票再给他们了。那哎呀，疯了！那我先淘汰你。我现在待定选手里面选5个人，第一个丁丁、钟秉钧、龙昊天，然后加纳、杨清宇，然后是这样，特别不好意思，然后我现在需要淘汰你们5个。 都没过，但是你们每个人都特别有个性，然后你们舞蹈啊，就是都是特别好，但是因为需要更厉害的选手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好，辛苦，谢谢。谢谢陈奇哥。谢谢。可以抱一下吗？可以。谢谢。您。 然后您，然后奶茶，您，然后您，您，你们六个，六个一起。然后放一段音乐，你们三粉，你们谁先上来？哦，三粉。对，你们抢。哇塞，这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在一起。无论我们再怎么准备，我们本质不同。他们跳 old school 磨练的每天就是在 battle， 而我们想的是如何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作品。
编舞选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他听到一个点想做出的反应跟 old school 的反应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我是觉得 urban 选手可以 battle 也可以 freestyle。编舞的风格在这个舞里面不是很吃香，不是非常适合跳这个音乐。这六个人都是跳 hiphop 跟编舞的，只有我是一个 old school。然后我想让千玺队长看到不一样的风格的我。每次骂人的时候都特别纠结，已经能算是我平常纠结的极限了。后面还有人呢。我。嗯，他拿两条毛巾的时候，我想的肯定有一条其中是我的。不要这样啊！今天厉害的也很多啊。选的时候，你要选出其中更好的那几个，就其实特别困难，因为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。太少了。我先给一个，然后剩下能不能先待定，然后留到后面一起。好，先给一个。啊，先给一个。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旁边所有的兄弟大家全部在叫我的名字，我觉得是大家，是朋友们，是所有的舞者，他们帮到我拿到这条毛巾。然后我选您，然后还有您，还有您，然后你们三个可以待定。待定那么多，他以后想干嘛？这个是辛苦了。在我是有一个 old school 通所有舞种成分。我知道您跳特别好，这不用待定了吧？你也先待定啊，你也先待定。又待定。辛苦了。你要先跟着跳吗？他可能会觉得这么多晚辈，这么多跳得好的在我身边，然后他就也不好拒绝别人。还要待定几组？心疼千玺，真的很为难。这么多舞者都苦练了很多年，我能感觉到他们非常珍惜这个舞台，我真的不忍心随意淘汰他们，就希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再多看看他们的舞蹈。感觉待定的这些选手心里面会有压力吧？我感觉他越往后越远，他越不好看。不是说是泄气的感觉，就是心里好纠结，就特别特别难受，我就觉得后面晋级的机会太渺茫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这样，然后当然越到后面就脑子就受不了，就要疯了。我先公布一个新的玩法啊！哇，他又要干嘛？所有拿了毛巾的选手，上来一下。心里面一下子就没底。
所有拿了毛巾的选手上来一下。哦，哇哇，干了！别干了，别干了。